dead. Yeah.
哇，哦，那个我在俄罗斯靠着他买了20块钱东西，给你们都赶紧选，赶紧选。我说你女儿说不好意思，我赶紧选了，花了80块钱，真不花了。他们一直在讲10块。哎呦，不花了干嘛呀？你就走吧。舍不得走啊！